小你为什么脸都那么黑呢？谁叫我是欧脸呢？我爸在一下。你为什么叫我是玲玲？我是玲玲。我叫玲玲，错错了。错错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下一届的错错了啊的奖品。好，首先印章七个，然后便条纸一个，笔记本两个，贴纸两个，便利贴两个，机器人语音对话，然后画笔，再来是机器人是转转的，然后又是机器人，它也是转转的。为什么两个转转的一模一样？好，那就是我们的十八动抽抽乐。那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，OK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大的奖品，有贴纸一号，贴纸一号是它，贴纸二号，然后笔记本白色，笔记本橘色，然后便条，便利贴啦，便利贴，贴这个粉是这个，便利贴蓝是这个，然后还有，哦，好，就没有了。是笔记本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放奖品喽，来，出来。OK， 好，先放纸张。先去比考。哎，小朋友们，好像还少这东西哦。哦，我知道是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。不然是谁？哦，那宝宝亲亲。嗯，好，宝宝亲亲有脚松的。这是我。我们先放完奖品再。再来。我来放位置，请我来放。你们先不要都在一起 ，OK。然后皮卡丘，好，来你放这三个。我这样反的。哎，刀刀图案，刀刀图案出来。那这个怎么办？可以没有在一起的 ，OK， 都没有连在一起的，可是是这爸爸箱几个要用什么写？我们不要有爸爸箱一个好不好？我们至少五个起跳好不好？对呀，我要箱一个，好而且也要有相邻的，不能有相邻的，妹妹，不能有相邻的了，我要算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然后再算一次。刮风的雪，刮风的雪。所以我才不想摸嘛。有没有像一百个了？六。十六怎么那么小啊？猫咪给 GoPro 看一下，像十六个，很小的。太小气了，像十六个。那爱心画的跟大便一样，跟猫爪一样，对不对？猫爪做成大便。猫爪是三颗球。Yeah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把香香的放进去。一个。
快十箱，白白是一箱哎、欸，不叠，这是一箱哎、欸，是吗？每一格都有吗？抽中大的就是要箱爸爸、啊，你有意见吗？你笑，你有意见吗？蹦蹦蹦！如等一下，到时候抽中，如果有一个里面没有八八箱几个，那就是箱十八个啊。那我放这里，怎么放这里？所以你们自己弄好、啊。你丢破了、啊，为什么要放这里？对啊，你看笔记本啊，啊这是想象啊，我是奖品。OK， 好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贴纸条。等下贴纸二是你的，你剩十三个要不要换？金星和天王星十三个好。贴纸二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要少十一一有一有一，好，来白这里一。OK， 白白换什么？我的笔记本橘色没有。好，我笔记本橘色。先两个，我想给白白。这给姐姐，这笔记本。可白白那怎么办？不用看了啦。贴纸。抽中的人香，不是选礼物的人香啦。那白白给最大奖好。贴纸哎。你们要拿的包装纸来，我先介绍，这个是猫咪的，小狗的哈，是猫咪的。小狗。小狗阿财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阿财啊，布丁啊。这也是猫咪吃面，这是猫咪卡通。你们要哪一个？可爱小这个。好，阿财的哈。阿财，太吵了！在，到底，哎，已经到底了，一个刚刚好哎，一个阿财就要把整个都用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涂胶水喽。好吃啊！你不要摸胶水哦。一格的一格小肚有大概有十五。哦，妹妹你好厉害！一只尺的长度。对，一只尺的长度是三十，量出来，这个一片是十五。这个量出来的话是十。OK， 好了。你们两个自己弄吗？好。这一个角用这个角。我来帮忙扫了。这个角是这里的。百慕达，百慕达三角内裤啊？谁说的？你呀、啊！可我说过这种话。有啊，你有说百慕达三角内裤啊？你说你有一个传说中内裤。是啊。就在百慕达三角，就叫百慕达三角内裤。你当旁边不会翘，别人不会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你看，用你让它当动下去，不会整个翘起来。对，然后是东这边变东，咱们带上两内裤，好奇怪。有十五，换了十五的话。妹妹画的真可爱。这十八栋角落熊印章充足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每一格都有它完整的一只狗哎，它都有完整的小狗狗。啊，还有拉布。好，那就这样喽。下期节目我们就完成6点多全面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